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继续询答哈。我们接下来请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啊，对不起，赖世宝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不在，徐国勇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洪慈庸委员不在，李顺林委员不在，叶宜津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不在，庄瑞雄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张宏禄委员不在。好，现在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如有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如果委员有书面质询，要尽快送进来哈。好，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报告啊。我们在这个星期四进行这个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这个报告啊。那么除了立法院，由本院这个秘书长，代表列席之外啊，那么因为礼拜四的这个相关国会改革的法案，多半牵涉到我们委员行使职权，所以呢，要请我们委员会通知提案委员到场说明之外，也特别提醒啊，提案委员啊，要有接受这个询问的准备了哈，因为根据议事规则啊，我们委员之间呢是可以进行答辩的哈，所以我是比较期待啊，我们提案委员说明之后啊，能够留在现场。那么在场各位其他的委员，如果对于法案内容有所疑问，可以现场利用质询时间呢，我们现场来进行询答哈。那么这个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也请我们会务人员在通知的时候能够特别提醒。好，我们接下来询答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来进行这个法案的处理哦。我们先处理第一案，第一案请宣读。请参看那个议案关系文书，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第三条，本法所称重大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第一款至第四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五款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意图盈利犯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之罪。以下第六款至第十八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二项亦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十七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一百零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自公布日施行。请看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第二十条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第六条之一，公务员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检察官于侦查中发现公务员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务员涉嫌犯罪时及其后三年内
有财产增加与收入显不相当时，得命本人就来源可疑之财产提出说明，无正当理由未为说明，无法提出合理说明或说明不实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不明来源财产额度以下之罚金。第一款至第八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九款修正为包庇他人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之罪。第十款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二十条，本条例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5日修正之条文，至95年7月1日施行，及100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至公布日施行。请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第34条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第五条，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经济秩序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收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第一款至第十一款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22款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第1项、第3项、第4项、第5项之罪。以下第13款至第18款，还有第2项至第5项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34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95年7月1日施行，96年7月11日及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公布后5个月施行，100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至公布日施行。继续看《证人保护法》第2条、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条文对照表。第二条，本法所称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为限。第一款至第12款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13款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2条第1项、第3项、第4项之罪。以下第14至第17款均与现行条文同，未修正。第23条，本法施行日期除中华民国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条文，至95年7月1日施行，及100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由行政院定之外，至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来处理哈，我先处理第一案的第一个部分，洗钱防治法的第3条跟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问对于第3条的修正草案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我们没有意见，就行政院的提案，我们就修正通过。请问第17条，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我们请顾委员，我们在座位上发言就可以了。好，没有，我只是做一个询问哈，就是说，类似像这样的施行日期，所谓由行政院定之，那或者是自公布至施行，这从行政机关的立场，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考量？何种是要自公布至施行，然后还要何种要由行政院定之？那本条的修正的施行日期为什么要由行政院定之？只是有点疑惑了。等一下，我们请尤委员，你是不是要一并先问完？我请部长。啊，也是一样吗？好，那我们请麻烦部长回答。所以相关的我们就都一起，但是有些会是说是公布后施行就马上生效，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相关的配套需要去注意。那如果有一些需要做准备工作的话，那个施行日期由行政机关来决定，他才能够把配套的部分一起就完成。如果以本案来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通过，等到你们大概会怎么处理呢？
还没有被定嘛，它是性剥削条例，就施行日施行，它对，因为性剥削防治条例的那个施行日期还没有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定下去的话，会跟那边脱节。了解，那个顾委员跟尤委员，那个部长的回答，你们有没有听到？那什么东西还没定？性剥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那个施行日期还没有定。哦，那施行日期还没定。哎，哦，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委员会审查嘛，哈，那我们还要到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要交到院会才会三读通过嘛。是。我的问题只是说，那如果在三读通过之前，性剥削这个防治条例已经施行了，那就会很快。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写再由行政院定制了？那个时候再改也是可以。如果那之前已经确定的话，到那时候还可以改。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了，大概行政院大概也不会去拖这个案子了，所以它是实际上因为包裹立法的关系，所以这个如果性剥削防治法施行，他们自然就会很快就会做处理，好不好？因为这没有任何争议，只是文名词修正而已。好，好，部长请回。然后第十七条，各位同仁还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行政院的修正版本通过哈。好，我们这个洗钱防治法第十三条、第十七条修正草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应该不需要再交党团协商了哈，所以本案不需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我本人来做这个说明。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部分。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跟第二十条的修正草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之一的修正草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第二十条修正草案，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人就段宜康来做说明。好，第三个部分，通讯保障监察法第五条跟第三十四条的修正草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通讯保障监察法及监察法第五条修正草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第三十四条，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我们现在进行第四个部分，证人保护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三条修正草案，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证人保护法第二条修正草案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请问第二十三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行政院修正版本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以上四案并案拟具审查报告，好，现在进行对于开会事由二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我们现在请宣读那个讨论这个修正动议，是不是要一并宣读？好，来，我们先宣读这个修正条文。公职利益冲突回避法修正条文草案条文对照表。第一条，为促进廉人政治、端正政治风气，建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之规范，有效遏阻贪污腐化及不当利益输送，特制定本法。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之回避，除其他法律另有严格规定者外，
适用本法之规定。第二条，本法所称公职人员其范围如下：一、总统、副总统；二、各级政府机关构之首长、副首长；三、政务人员；四、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之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五、各级政府机关构公营事业机构之秘书长、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及综合处理幕僚事务之幕僚长、副幕僚长与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六、各级公立学校校长、副校长其设有附属机构者，该机构之首长、副首长；七、各级民意机关之民意代表；八、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资捐助之公民营事业机构、财团法人与社团法人之董事、理事、监事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九、公法人之董事、理事、监察人、监事、首长、执行长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十、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之执行长、秘书长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十一、法官、检察官、暂时军法官、行政执行官及司法事务官；十二、国防部所属相当于旅群、大队级以上之机构部队，依编组装备表锁定主官、副主官；十三、其他各级政府机关构、公营事业机构、各级公立学校及附属机构，依组织法规或编制表锁定二级单位或相当于该层级以上之主管人员，依法代理或经授权执行前项公职人员职务之人员，于执行该职务期间亦属本法之公职人员。第三条，本法锁定公职人员之关系人，其范围如下：一、公职人员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属；二、公职人员之二亲等以内亲属；三、公职人员或其配偶信托财产之受托人，但依法办理强制信托时不在此限；四、公职人员第一款与第二款所列人员担任负责人、董事、独立董事、理事、监事、监察人、经理人或相类职务之盈利事业、非盈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团体，但属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五、经公职人员禁用之机要人员；六、各级民意代表之公费助理或其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第四条，本法所称利益，包括财产上利益及非财产上利益。财产上利益如下：一、动产、不动产；二、现金、存款、外币、有价证券；三、债权或其他财产上权利；四、其他具有经济价值或得以金钱交易取得之利益。非财产上利益指有利公务人、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在第二条第一项所列之机关构、团体、学校、法人、事业机构、部队（括弧以下简称机关团体）之任用、聘用、聘任、聘用、约雇临时人员之禁用、劳动派遣、升迁、调动、考绩及其他相类似之人事措施。第五条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第六条，公职人员之有利益冲突之情事者，应即自行回避。前项情形，公职人员应以书面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民意代表应通知各该民意机关；二、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款、第九款之公职人员应通知指派、遴聘或聘任机关；三、其他公职人员应通知其服务之机关团体。前项之公职人员为首长者，应通知其服务机关团体及上级机关团体；无上级机关者，通知其服务之机关团体。第七条，利害关系人任公职人员有因自行回避之情事而不回避者，得向前条第二项或第三项之机关团体申请回避。前项申请，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机关团体对收受申请权限之有无，应依职权调查，其任无收受申请权限者，应即移送有收受申请权限之机关团体，并通知申请人。不服机关团体之驳回决定者，得于五日内提请上级机关团体复决。受理机关团体除有正当理由外，
应于十日内为适当之处置。无上级机关团体者，提请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之机关团体复决之。第八条，前二条受通知或受理之机关团体，任该公职人员无需回避者，应令其继续执行职务；任该公职人员应行回避者，应令其回避。第九条，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上级机关指派临聘或聘任机关之公职人员有因自行回避而未回避情事者，应依职权命令，应依职权令其回避。前条及前项规定之令继续执行职务或令回避，应由机关团体首长为之。因回避之公职人员为首长而无上级机关者，由首长之职务代理人为之，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从其规定。第十条，公职人员依前四条规定回避者，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民意代表不得参与相关议案之审议及表决；二、其他公职人员应停止执行该项职务，并由该职务之代理人执行，必要时由各该机关团体指定代理执行该职务之人。第十一条，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上级机关指派临聘或聘任机关，应于每年度结束后三十日内，将前一年度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自行回避、申请回避、职权回避情形，依第二十条锁定财法管辖机关，汇报予监察院或法务部指定之机关构或单位。第十二条，公职人员不得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图其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第十三条，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不得向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人员请托关说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之利益。前项所称请托关说，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项机关团体人员提出请求，其内容涉及该机关团体业务具体事项之决定、执行或不执行，且因该事项之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是有违法或不当而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余者。第十四条，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不得与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为买卖、租赁、承揽或其他可能使公职人员或关系人获取利益之交易行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依政府采购法与公告程序或同法第105条办理之采购；二、依法令规定经由公平竞争方式以公告程序办理之采购、标售、标租或招标设定用益物权；三、交易标的为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所提供，并以公定价格交易；四、公营事业机构执行国家建设、公共政策或为公益用途申请承租、承购、委托经营、改良利用国有非公用不动产；五、一定金额以下之交易，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与公职人员服务之机关团体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为前项但书第一款、第二款交易行为前，应主动于投标文件内据实表明其身份关系，于交易行为成立后，该交易机关团体应主动公开之。第一项但书第五款之一定金额，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定之。第十五条，监察院、法务部及公职人员之服务或上级机关构之政风机构，为调查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违反本法情事，得向有关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调查、个人查询，受查询者有据实说明之义务。监察院及法务部为进行前项调查，得透过电脑网路请求有关之机关构、法人、团体或个人提供必要之资讯，受请求者有提供资讯之义务。前项透过电脑网路请求提供必要资讯之内容、程序、提供方法及其他应遵循事项提供方式或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会同监察院定之。第十六条，违反第六条第一项规定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下
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锾，经依第八条或第九条令其回避而不回避者，处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第十七条，违反第十二条或第十三条之第一项规定者，应处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上六百万元以下罚锾。第十八条，违反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者，依下列规定处罚：一、交易金额未达新台币十万元者，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锾；二、交易金额新台币十万元以上未达一百万元者，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锾；三、交易金额新台币一百万元以上未达一千万元者，处新台币六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锾；四、交易金额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者，处新台币六百万元以上该交易金额以下罚锾。前项交易金额依契约所明定或可得确定之价格定之，但结算后金额高于该价格者，依结算金额。违反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者，处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锾。第十九条，违反第十五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受查询或受请求而无正当理由拒绝或为不实之说明提供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经限期通知配合借其人拒绝或为不实之说明提供者，得按次处罚。第二十条、第十六条至第十八条所定之罚锾，由下列机关处罚之：依法代理或经授权执行公职人员职务之人员一同。一、监察院（括弧一）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至第十款之人员（括弧二）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副院长，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或相当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及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选举产生之乡镇市及以上各级政府机关首长、副首长（括弧三）第二条第一项第五款职务列检任第十二职等或相当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之人以上人员（括弧四）第二条第一项第六款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校长及附属机关首长、附属机构首长（括弧五）第二条第一项第十一款本俸六级以上之法官、检察官（括弧六）第二条第一项第十二款少将编阶以上之人员（括弧七）本款公职人员之关系人。二、法务部前款以外之公职人员及其关系人，前条所定之罚锾，受监察院查询或请求者，由监察院处罚之；受法务部或政风机构查询或请求者，由法务部处罚之。现行条文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均删除。第二十一条，依本法裁处罚锾确定者，由处分机关刊登政府公报，并公开于电脑网路。第二十二条，本法施行细则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监察院定之。第二十三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场有两个修正动议，请宣读。修正动议一，第二条，本法所称公职人员其范围如下：第一款，总统、副总统其当选人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二款，各级政府机关构之首长、副首长，如今选举产生，其当选人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三款至第六款与行政院提案相同；第七款，各级民意机关之民意代表，其当选人于当选后就职前一同；第八款至第十三款及第二项条文均与行政院提案相同。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许玉仁、林德福。修正动议二，第三条，本法所定公职人之关系人，其范围如下：第一款、第二款，第一款至第五款与行政院提案相同；第六款，
各级民意代表之公费助理或其聘用之助理，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许淑华、许玉仁、林德福宣读完毕。好，我们等一下进行，因为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啊，我们等一下进行大体讨论。那么两个修正动议的提案人有没有要先上来说明？林委员还有都是林委员，你要不要说明？还是好，那我们来，是。两个修正动议啊、哦，先讲这个第二个修正动议，这个比较简单的、哦、就是关于公费助理以及所聘的非公费，但是是自己所聘的助理，就差别在这里。那原来的这个文字条文法律条文是说加入公会的助理，但是事实上所聘的助理也不一定是加入公会的助理了。那应该把范围都涵盖在内，所以他所聘的助理都应该涵盖在内。这是这个修正动议二的部分呢、啊，我想这个是比较单纯的啊、哦。那修正动议一的这一部分啊、哦，就是我想我们这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主要有两个，我看起来了，主要有两个重点了，一个是当事人的界定到底要多宽，哦。是要涵盖哪一些人是当事人，这其中的当事人呢虽然他的法律的名称叫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但是不只是限定在公职人员，所以在二等亲的那一部分也包括在里面，所以虽然他的法律名称是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但是事实上他是实质的希望好可以把能够有影响力的这一部分、哦、透过公职人员而产生影响力的这一部分也、啊、包含在当事人里面、哦、所以我在这里这个动议就提出来，就是说准公职人员、啊、包括所有民选的首长，包括立法委员、啊、民意代表，包括总统副总统，这些当选人他是准公职人员，在还没有就任之前所发生的行为，如果触犯了同样在触犯了这个本法所称的一些、哦、所提及的一些事情，也要同时受到本法的约束。以上跟大家做说明。好，谢谢林委员的说明，我们接下来就开放大题讨论了，每一位发言的时间我们尽量控制，不要超过六分钟。那么有没有哪位要发言，举手就可以了。对于这个，来，我们请顾委员。早上有问到，就是说关于知跟可能这个部分哦，那现在就另外有关这个，我们柯建铭委员也有在早上询答的时候有问到了，就是有关这个检事官呢、啊，检察事务官，为什么没有比照这个司法事务官哈、啊、列在这个公职人员的范围内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一个行政院的版本提出来的草案的这一个说明呢、啊，是提到就是说。检事官依法是受检察官的指挥行使职权，尚无纳入规范之必要呢，并予续名。那但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回避法是不是要做利益的冲突的回避哦？为什么会跟他是不是一个受到检察官的指挥监督行使职权会有？当然的一个等号的关系呢，这个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哈。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逻辑的话，那么各机关的首长以下的所有相关的人员，依照这个
公务体系的这种所谓的一体性的话呢，它不是都仍然要受到其他这个首长的这个指挥来行使他的职权吗？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除了规范这个各机关的首长以外，各机关其他的首长，包括副首长以下等等等等的人员，是不是也都一样没有需要纳入规范的必要？这个我就不是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它的合理性。那另外就是说，既然司法事务官按照草案的规定是要纳入，那司法事务官在相关办理强制执行、非讼事件等业务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要受到这一个各该单位的这个法官的指挥监督嘛。那同样的，检察事务官一样在指挥监督以外，按照现行的做法上，他跟司法警察一样，都同样具备的一定的初步的调查权限。那就像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质询的有关相关的这个宪兵队，他同时宪兵队的长官、宪兵队的士官，他们都具有司法警察官的身份，他们本来就可以初步发动来进行调查。那么但是因为他们调查的这个状况呢，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质疑。那同样的，检察事务官也一样，有一定的这一个约谈或者甚至发出通知书来要求到案说明的这个情况。那所以我的重点当然是在于是说，现行这个检察事务官，他不管依法是不是受检察官的指挥行使职权，跟说他是不是我们需要纳入这个公职人员规范的本身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特别他是在规范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就我了解哦，我看了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的相关的规定，他主要是在界定这个公职人员及其公职人员的关系人，不可以借的这一个公职上面的一个因素啊，而取得这个所谓财产上或者是非财产上的利益。那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如果要将司法事务官纳入的话，当然没有任何的道理认为检察事务官在特别在相关的这一个调查权限具有比司法事务官还要明显的主动积极这种调查的权利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不需要进行来所谓的利益的回避哦，这个是我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地方。那么刚刚这一个林维洲委员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总统的当副总统的当选人，或者是各级政府机关如果是属于选举产生的各该当选人哦，他们在就职前是不是也要纳入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现行就各该这一个当选人并没有法律上给他赋予一定的公职人员的地位。那么如果以总统副总统来讲，在交接条例没有立法之前，他并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具有法定地位的办公室，他没有一定的经费预算，他也没有任何这个办公室的人员具有这个公务人员的身份。那么这个所谓的关系人要如何来拟定，那么要如何来加以规范？那同样的，这一个民选的首长在就职前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当选人一定的法定的地位的话，我们就肃然想象，在这一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规范进去之后，他所赋予给他的相对的要求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利益回避，相对的要求他的所负担的这一个给予他的这一个权利到底是什么，给他的权利是什么，他的职权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理解这个一般的公职人员都得他有一个法定的职权嘛，就像我们立法委员是作为监督这一个各机关部门，那我们相关的这个包括进行法律案、预算案等等，在宪法上明文。那总统当选人到底法定职权是什么这一点如果不能够让我解惑的话，我现在没办法能够理解到底总统当选人是要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他的法定职权是什么，这一点素然能够想象。好，那我时间用完，我先到这里。好，谢谢。顾委员，等一下，如果这个委员都发言完毕之后，你要第二轮发言都没有问题。还有没有哪一位委员要？有委员，我们等一下等委员大概
几位发言之后，如果有牵涉到这个条文立法的问题，我们请这个法务部一并来做答复。来，请游委员。我们是只能够发言，不能够请官员回答，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这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是法务部负责还是？法务部是法务部是。哎，那请法务那部长。那请部长。啊，部长好哈。那我想要请教，就是说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那我们这个立法的一个精神，我们所谓的阳光法案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担心说他握有这个实权，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利用这样的一个实权去做一些利益的交换嘛，所以我们才要去做这所谓的利益冲突的这个回避 的这样一个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谁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或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去做利益的交换嘛？那今天我们在定的这个所谓适用的这些的人员，我们几乎包山包海，里面包括说好像在这个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公营事业的总是就是公营事业总分支机构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执行该等职务的人员，那或是第五个就是各种机关的公营事业机构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及综合处理幕僚事务之幕僚长、副幕僚长与执行该等职务的人员，然后呢又比如说第八款代表政府机关出入这个出资捐助的公营事业机构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的董事理事监事及执行该等职务的人员，第九款公法人之董事理事监察人首长执行长及执行该等职务的人员等等，你全部都把它做及执行该等职务的人员。那这些人员通常都是属于下属，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实权，那今天也把他们全部都列入到这所谓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说经常在做利益的交换，其实是有，对不对？官阶越高的人他才有那个决定权嘛，下面的人其实都是依照长官的指示去处理。那现在呢就说把这些人全部都列为是这是冲突，这个就是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的规范的，会不会范围太广？这个是不是要去考量一下？你看法呢？这边讲的说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其实不是说依照命令去执行的人，因为所谓这个执行该职务是指说做决定，就是他的上级的一个，就是他的职权能够做一个执行或不执行或做任何决定的这个位置。如果他交办下去的话，下面的人并不是做决定的人，也不是执行这个职务的人。所以可是你从这条文看不出来啊。如果他是代理人的话，比如说是副手在带首长，好，在执行职务。不是，那个高层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也发现说，经常譬如说有这些弊案发生的时候，最后都是抓小放大，然后大的都说，哎，因为呢是我下面的人签给我的，所以我是被蒙蔽的，我并不知道。所以呢，最后呢是什么？拿最少钱，或是他根本没有拿到钱的人。然后呢他要去承担最多的责任，然后最高层的人他负最轻的责任，因为他说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在整个一个公务员的这个体系里面，思想怎么样，最高的人他不会亲自去写，他一定给你丢回去，请你自己写，你写好我再给你签如你。所以呢到最后出事的时候我就说，哎，我被下面的人蒙蔽了。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所有的这整个一个风气的一个败坏，都在于说每一次出事的时候就是抓小放大，然后真正在做决定的是上面的人，可是到最后上面的人都没事。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抓到说做决定的人，好，要负起责任这一点上面。如果上面的人决定要下面的人替他做决定的话，上面的人当然有责任，可是下面的人替主管做决定，他其实当然也应该负一些责任。下面的怎么有可能替主管做决定呢？如果他是指派某某人做代表，好，或代表他机构，那代表那个是已经是那是代理人的问题，那个是没有问题。我现在说的是说，好，今天因为集起执行职务之人员，譬如说我今天从科员到科长，然后到这个什么处长，然后再上去，一直到最后的就是好这个可能部长或是处，对不对？然后今天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所有这一干的人，从科员开始，科员、科长、处长什么等等，全部都是属于执行该职务的人，因为全部的人印章都有签名在上面。
那是不是这所有的人全部都是 构成这个？报告委员，我刚刚已经就是讲过，是不包括下面人，他依照他自己的职等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只有说下面人替上面，比如说替董事长，好做董事长的事情，好，比如说开董事会议的时候，他去当主席，好，他执行董事长好该做的事情，做决定，做那个决议的裁决等等。这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不会是说下面的人服从上面的命令或指挥去执行职务也算。这些下面副首长以下，如果只要不是执行正首长的一个职务的话，他是不会构成这一条的。那部长，你刚刚所讲的话呈现在哪里呢？我们的说明里面，我看说明里面也没有啊。你可以自己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与董事长、副董事长其职务与权利与影响力相当。其实文字本身及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执行该等职务就是指董事长、理事、监察人这些，或者是说是这个首长，各级机关的首长，执行该等职务之人员就是执行这一个首长的职务的人，所以应该不会说他执行下属的一个职务。也会包括进去。我觉得这个文句不清楚，这可能我不晓得其他的委员从这样的文句能不能看得出来，就是部长刚刚所讲的。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说明里面再加强？这是第一点，让这个误会会比较消。那第二点呢，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那个里面呢，包括社团法人，因为你这里没有去区分说，我今天譬如说我是在公股银行里面，我是有领高薪的，跟说我今天是在这种所谓的社团法人，像譬如说，好，这个法律扶助基金会的董事会，可是董事会里面他是只有出席的时候领2000块，那这些人也全部都要被列入到所谓的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跟说我今天是当这国营企业的这个所谓的董事，我每个月呢有一个高薪在那里，甚至呢就是说还有什么配股等等，那这样两个不一样 的人，但是你是同样的这样的规范，妥不妥当？因为这个财团法人跟社团法人其实他们的范围也很广，也常常有很丰沛的资源或预算，或者是说可能会跟很多利益相关，所以才会包括进来。没有错，但是你这里没有去把它区分嘛，因为你真的几乎就是有点包山包海，全部都放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参与式的民主，所以政府呢，他也会成立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基金会，或是所谓的这个社团法人。那这里面呢，也让民间呢能够来参与。那当民间去参与这个的时候，虽然他挂着一个董事，事实上他第一个他没有实权，他可能只是一个咨询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呢，他就只有每次去开会的时候2000块的车马费，但是他今天所要受到规范的，跟说我今天当一个公营的这个这个董事，那里面呢我实际参与业务，然后我有实际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决定权，跟我呢每个月的月薪很高，甚至我还有一些的福利等等的，那这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这样妥当吗？报告委员，像这样的不管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他们同样有可能会牵涉到很大金额的采购案。比如说他们要把全部电脑要这个升级要改善等等，我知道如果是那样子的，我没有说要把所有的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全部拿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这里面也必须做区分，就像说好财团法人今天长庚医院也是财团法人，但是你说像妇女薪资基金会也是财团法人，一个是呢这个所谓立案的时候只有60万，跟那个是上亿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今天被用一个财团法人就不用把它涵盖 在里面了，那这个是不妥吧？这里面就牵涉到，比如说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要不要从他的经济规模，或者说他的预算，或他成立基金的这个，或者他的业务的宽窄等等去界定，这个当然另外也是可以讨论。但是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因为就是说一个基金会它的一个业务量也是每一年会变化的。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把它设定一些条件吧，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等于是一个大屋跟一个这个虾米，然后他们两个要受到一样的这些的处置，我是觉得是不妥。这个部分是等一下再讨论一下，谢谢。好，谢谢。来，部长请回。还有哪一位同仁要表示意见？请周委员。来，请部长。周委员好。罗部长好。我想请教你，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修正草案13条，他说
公职人员的关系人不得向公职人员服务或受其监督之机关团体人员请托关说，或以其他不当方法图其本人或公职人员的利益。那第二项是说，前项所称请托关说，指不循法定程序。我想了解说，法定程序这边是所谓的什么样的法定程序？那如果说相关的关系人循法定程序，就没有受到这个利益冲突的这个规范吗？报告员，这一两句用语是从这个请托关说登录办法里面好去移过来的，查查作业要点移过来的。那至于那边所的循法定程序，应该是指各种不同的事项，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所以这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啊。你可以举个例来说明吗？比如说政府采购法里面有一些行政救济程序，一些相关的规定，就法律规定的事情，不同的事项会有不同的规定。那如果说这个助理啊，我们现在要选民服务嘛，那如果我们请相关的机关来这个委员的办公室开个协调会，那有是依法发公文，那这样子不能解释成是法定的程序吗？这个其实只是一个为民服务或协调，这应该不构成请托关说吧？可能不需要。就是后来这个协调的事项是有，就是说，当然就我们当然人民请托的，在法律上许可的，当然是有去执行或决定啊。但如果说是照这样，你就不是你所谓的法定程序啊。报告委员，所以一般的这些公听会或那个协调会，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它并不是公职人员可以在那边做承诺或者说在那边做决策的地方。那就我的了解，都是民意代表像立法委员在促进双方的沟通跟理解，是在那个场合上面去进行的事情。所以那个地方，代表机关的公务员通常来说不会在那边直接做一个决定，因为他不管做什么的意见表示，都需要回到他原机关循正常的程序来完成。好，那还是请那个法务部可以就这个法定程序可以再特别的明确化跟委员会报告吗？好。那另外想请教，就是想了解的，就是说现在第三条大家有在讨论，就是把助理公费助理还有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哦，也纳入这个利益回避的范围哈。那现在所谓加入助理工会之助理这样的一个立法，主要是考量说因为有立案所以比较好管理吗？查得到吗？对，我们初衷是这样，但是有委员建议做其他的修正，我们也都尊重。好，那我这边有一个案子哦，来我们来讨论看看哈，就是说这个像一般的这个乡镇公所有托儿所嘛，哈，那比如说还没有上任的乡长，他的女儿已经在这个托儿所已经待了好多年了，但是事实上他都是每年一聘嘛，每年一聘他是约雇的嘛。那乡长就任后，那依照这个规定，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他就不能再聘任，这样会不会违背侵夺了他女儿的工作权呢？是，部长对这个案例有什么看法？所以我们第十四条这一次修正有很多的除外规定，就是你依照合法正当的公开的公平的程序去进行的，应该都不受此限。因为就是因为过去有太多这样的一些状况，使得有些人的工作权被剥夺，有时候是非常不合理的，甚至生活上的一些日常活动也都会被限制。所以我们这次有第十四条的修正，原因就在这里。第十四条，就是有很多的第五款吗？对。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个乡长，报告委员，我想还要补充一下，其实那位乡长他其实自己自动回避就没有问题了，就说自动回避，对，就在要做跟这个公立托儿所他要聘雇人员的这件事情做决策的相关事项上，他自行回避，那由他的副手去代理就都没有问题。这样好吗？这样有没有脱法？不是，本来利益回避就是说跟自己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他不能做决定，你不要去介入，对，那就请别人比较客观超然的去做决定。
其他人可以超然做决定吗？至少我们这边是假设有某种关系的人，他比较不能够超然。所以在部长的解释是说，像遇到这种情形，他可以由他的副手或者是代理人，事实上，交秘书来做决行吗？事实上也必须要这样，因为公务机关不能停顿，每一项职务都需要有人来执行。所以如果有人不适当，他要回避的话，必须要由别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好，那部长，你刚刚说是十四条第几项啊？第几款？第十四条的，它这个是指一些交易行为啊，但那个如果是任用的，没有包括在里面。对不起，任用的没有包括在里面。对啊，应该只有在政府采购这些部分吧？是。任用人事任用应该没有啊。对，人事任用可能就用自行回避的方式。那所以有可能衍生一个案例嘛，就是说大家地方乡镇长大家关系都不错，那我的小孩去你那边工作，你的小孩来我这边工作，那这样子有法令可以禁止吗？或者有相关的管道可以查询吗？如果能证明他们是有交换利益的行为的话，也是假借职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违法，就是举证的问题。所以就我们综合一下，部长就是说，在人事的任用上面，还是就是没有所谓的副手可以决定这件事情。我们是说职务代理人，不一定是副手。谢谢。这个，来，周委员请回。不过部长的回答，我能不能接着问一下？因为你从实务上来看，他会很奇怪。譬如说，刚才周委员提那个例子啊，乡长的女儿在乡立的，譬如说幼儿园。任这个幼教老师或者幼教师或者是幼保员啊，教保员，那多年一年一聘，然后到这个乡长当选，就算他就职了，已经上任了嘛哈，然后他说，因为牵涉到这个教保员要再续聘的问题，所以他就请假，然后由他的代理人来去跟他签约，那他的代理人是谁呢？乡长请假的代理人是在。他不再是秘书决行嘛，应该是秘书决行嘛。那秘书是乡长派的啊，是乡长，这个是承乡长之命啊。那乡长请假秘书决行，然后是乡长的女儿继续被聘任。啊，你觉得这样子，如果这个讲得通的话，很多事情都讲得通哎。报告委员，其实两位委员的观点我都赞同。所以我们的法律常常它只是弄一个，比如说高危险群，好像刚刚周委员提到的，难道只有二等亲以内的是关系很好吗？我不是二等亲之类，像刚刚周委讲的，秘书可能关系也很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况，法律其实是很难就每一个具体的细节，我们都只能抓大。好，那这样子是不是合理？我也同意可以修正，是不是要把说过去已经继续性的一些契约或者聘雇关系不再此限？是，所以刚才周委员提出的是一个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所以你们在立法的时候要把，就是在拟定这个草案的时候要把这样的状况其实要设定在里面。那有没有可能要再做修正？这个你们在研究。但是另外，刚才顾委员所提的那个质疑哦。包对于这个检察事务官，是不是您一并回答好不好？那个本来是那边有个法官，本来是没有法官助理的，是司法院要求加上去的。司法事务官，那本来没有司法事务官，是司法院要求加上去的。那其实司法事务官是比较相当于我们的检察事务官，那跟法官助理其实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这些都同意，都可以讨论。那当初我们会觉得没有要加进去的必要，是我们认为连那个那个法官的部分也不用，这个司法事务官的部分也不用放进去。那所以这个本来都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要规范到多广，要多细，还是说比较抓大就好了，小的就不用，这个都是没有一定的定论的。来，顾委员请。所以顾委员，您知道这个部长的意思就是说。就法务部的意见，检察事务官不用列进去，但是因为这个司法事务官是司法院觉得应该要列进去，因为司法院要列司法事务官、啊，对对对，所以他们才在考量说检察事务官要不要放上去，那他们最后决定是不放上去，不过认为是还可以讨论就对了。是，那我所以、哦、引发出这个问题到底要放多宽多窄的问题、哦、我真的蛮困惑的，是啊，因为原来的草案是指说要依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去申报的。就放在这个范围内嘛，
对不对？那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关于第二条第一项锁定人员，要放在这个所谓要利益冲突回避的观点去处理它。但后来你们决定说，哎，那不要跟它范围是一致，那不要跟它范围是一致，这话讲出来以后，那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范围到底要怎样？是，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很难呐、啊。就是从利益冲突哈，这个利冲法的立法精神，它的目的去横着说到底范围要划到哪里？当然就是指说会造成利益冲突到某一个一定程度以上这样的职位，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规范限制。那我看了半天哈，我的感觉啦哈，就是说大概做利益冲突回避，主要界定在一个说可能招致他。会有财产上的利益的冲突嘛？或者另外一个非财产上的利益冲突，我看起来就限缩在是人事上了。是哦，应该如果你再把非财产又包山包海的话，我就在那边讲说，让我们立法委员不得了了。我看大概我们每个案子都要回避表决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律师出身，那我所有相关刑事法、律师法这些解释上起来都有可能是属于非财产上的某种程度的利益啦，所以非常利益限缩在人事，那这个变成比较可以理解。但那如果回过头去说，你要范围多广，公职人员范围多广，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些人员担任什么样的职务，造成他有因此产生一种所谓财产的利益或非财产利益的冲突？那这一个就界定到什么程度是适当的一个问题吗？那所以刚刚讲司法事务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司法事务官会不会容易造成有财产上或非常利益的冲突？检察事务官会不会有财产上或非常利益的冲突？那甚至相关的，比如说刚刚尤文也提到了，你可能只是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他的一个出资或捐助的一个某个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里面的一个某一个董事、理事、监事，可能甚至是一个无给职。但是你可能只是领个车马费2000块，你也被列在这个里面，那相当程度会让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他并不知道他要有一个所谓的造成他某种他在决议的时候，他只是不是一个决定的人，可是他可能是一个参与会议的人的一部分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财团法人他开董事会，董事会十几个人，他只是某一个董事嘛，那可能去决定了某一个案。好，某一个案啊，这个某一个案跟他的关系人可能有关，或者是因为关系人又放得很广啊，又再拉出去，你知道吗？那个董事的关系人再拉出去，董事的关系人就拉到多远了？原来是盈利事业，现在还拉到董事的非盈利事业，所以那个董事假设是妇女薪资的，我对不起，我引一下妇女薪资，那妇女薪资他可能是妇女薪资里面他有一个可能二亲等内的关系的人，可能担任了妇女薪资里面的某个职务，对不对？那这个他们可是这个财团法人董事，他只是其中一个董事，他们在讨论妇女薪资可能公办民营的里面某一个案子。那这个可是这个公办民营的某一个案子，牵扯到妇女薪资，他去承办彭彪某一个案子里面的妇女薪资里面有一个职员，可能跟这一个董事啊，可能某种程度的关系。那这样其实讲起来是蛮远的，可是你如果论他实际上来讲的话，他有可能被涵盖在这里面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打击面这么广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本身都并不清楚他有这样的一个回避义务啊。那更何况你们这个里面哈，本来是说第二条是说用列举的方式，用列举的方式的好处是说，哎，他就列举嘛，就我是不是在这个表列里面是属于这个表列里面应该要注意到有利益冲突的问题的人，可是因为你们摆了太多说执行该等职务的，还有相类职务的，还有甚至说依法代理或经授权执行的等等的，这样子就已经将列举跟概括好两个并列了。我个人是认为完全丧失了那一个列举的意义啦，就会导致说吼啊，我到底行不行？这个里面的人啊，我事实上我说真的哈。这样子的列举以外，又有一个最后还加一个其他等等等的话，我是认为会让很多人完全陷入到可能未来在认定上面被认定是有而不自知的情况之下，然后造致被罚款，然后甚至被媒体揭露，然后名声受损。
对，报告委员，您这个考虑真的当然都是针对问题哈，确实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列举，其实列举的越清楚，它其实列举就是历史后面的概括，所以它的概括的内容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概括，但是它的内涵其实是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说它就是执行前面所列举这些职位的职务的人。好，那那个职务内涵是法定的，或者是很多就是 都有规定说这个董事长他的职权是什么，他的这个副董事长职权是什么，他其实都是有列举的，所以应该不至于说太大的疑问。所以如果需要更明确，我们当然还可以修正这个用词。好，所以列举概括是一个问题。刚刚回到前面最前，就是到底这个范围有多大多大，就是说将它拉出这一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二条范围以外的话，我认为啦，真正具有比较意义的大概就不外几类人。第一个，机关首长有决定权的人嘛，对不对？第二个，办理采购业务的这些人容易大家被质疑嘛，对不对？那当然啦，民意代表大家都认为要规范在里面了，我想这个大家也不敢说不用规范在里面。那 这样子的几等人士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比现在所规范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范围来讲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我的看法啦。是、我的看法是这样。是，这确实我们需要做很多，因为政府机关太多太多种类的，我们不只是检查所有其他的机关，我们也检查我们自己的机关。像我们讲说行政执行官司法事务官为什么要把它列进来，因为他们会涉及到查封拍卖等等跟民众的利益直接可能会相关，甚至可能说会变成一个图利或有利益冲突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些他都因为他可以独立执行这些职务，所以我们把他们都列进来。所以有很多事情也许一般人没有平常太接触到，不会去想说这些职务干嘛要受利冲法的规范，这也是我们实际去从他们的业务性质跟他们独立执行业务的这种裁量权的状况来做考量。 那部长，那相对来讲你如果说认为因为这样而把它纳进来的话，那你的各级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他就没有涉及到他的采购，那公营事业他里面是你是列的这一个所谓的秘书长、副秘书长、主任秘书及综合处理幕僚业务的幕僚长、副幕僚长等等，但是好像也没有将这一个他办理采购业务的人放进来啊。是，那你若同样的道理，我们有把公立学校列进来，那私立学校，我的意思说，你公立学校列进来只列校长、副校长嘛？那其实采购办理采购业务的话，对，采购业务主管是第十三款，十三。其他各政府机关、公营事业及负责依组织法规或编制表锁定二级单位或相当于该层级以上之主管人员，这个是指采购吗？看不太出来，这个讲的是指采购，这包括采购，那也包括采购以外的。这个说实在的，一般人还真看不懂，我是看不懂啦。所谓这个编制表组织法编制表锁定二级单位。或相当于该层级，你看这个实在是，我立法真的是很难，我实在是真的是很难，我们同仁也是脑筋都快打结头了。我觉得是蛮难理解的，好不容易弄出。这个顾委员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他顾委员跟几位的发言点出一个这个重要的问题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修正把本法所称的公职人员的范围跟原来的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二条第一项。做了一些范围的改变嘛，但是我们在第一条，这个我们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廉能政治啊，端正政治风气啊。那么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一条啊，也说要端正政风啊，确立公职人员清廉作为啊。那逻辑上是变这样，就是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里面规定要申报财产，我们的目的是因为要端正政风。要确立清廉，然后呢，我们利益冲突回避法也是为了端正政风，要确立清廉，可是两个范围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有的人员呢，我是需要申报财产，但是我不在这个公职人员，在我们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里面所定义的公职人员的范围，所以他的关系人跟他本身就不受这个拘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他没有权利。他没有权利，他为什么要申报财产？
他的申报传染跟端正政风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公职人员传染申报法在行政院的主管机关也是你法务部啊，是，对不对？所以你主管的你自己主管的两个法律目的是一样的，结果你在这边标准不一。好比说有几职的战略顾问跟这个资政国策顾问，他需要申报财产，可是这今天早上这个柯建铭委员问的这个问题嘛，可是我不受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的限制，你的理由是因为他不负责实际业务，他不负责实际业务，他为什么要申报财产？他的申报财产跟端正政风跟这个确立清廉有什么关系呢？他如果没有实际的权利的话，他为什么要申报财产？所以你在这个逻辑上面，这两个法律的逻辑啊，在这边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一致的说明，所以你今天做了一个不同的处理，你要讲出它的道理。你如果这个地方要做修正的话，那你连带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要不要做修正？那我就要这边问你说，那你战略顾问他为什么要申报财产呢？因为他领政府的薪水，所以他要申报财产。那你政府薪水的人都要申报财产吗？你的逻辑变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跟端正政风跟这个要推动清廉是不相干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也不要求你现场回答了，但是刚才几位所提出的这个点出了这些问题，的确是，你的标准到底要放在哪边？司法院觉得这个司法事务官应该放进去，然后你们法务部觉得检察事务官不用放进去，这个逻辑上讲得通吗？可能你们双方要来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跟说明。报告员，我现在可以做简单的回答哈，就是关于这两个法，虽然说它的大目标都相同，都是要促进廉政政治，但是其实达到一个大目标，它的方法有好多不同的重点。申报财产是方法之一，是重点之一，然后利益冲突的回避是另外一个重点，等于是说达到同样目的，它有不同的工具，不同的工具。我必须要打断你的话，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我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为什么要叫总统府的战略顾问跟游击制的资政跟国策顾问去申报财产呢？这我第二部分我要回答的，就是我们目前现在全盘检讨我们的利冲法，但是财申法就是财产申报法也是可以检讨修正，所以那个部分其实我相信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那需要修正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考虑。那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不可以说它不合理，我们会修正。那我要要求你的立法的逻辑要一致啊！你如果今天这个在这个法律你用这样的标准，那我回到你另外一个法律，也是你主管的法律，我要问说，那你的标准为什么这样去定？那你不可以回答说，如果那个不合理，那我可以修正。那我就要请问你，如果你们检讨之后觉得那个，如果财产申报法不合理，那你要不要一并修正进来呢？否则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修正，在那个地方没有修正，人家点出这一点说啊，那个我也可以修正。那我要明确的问你，你觉得它是合理不合理？所以我要为什么要求你不要在现场回答？我希望你们回去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你在现场回答就会出现草率的状况，那到底合理不合理呢？其实我不是很轻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法律都是要与时俱进，像我们这个法律是89年定的，中间只做了一点小小幅度的修正，所以它需要大幅度的全盘检讨修正。至于财申法，其实也有一点时间，虽然它有修正过，但是主导的还是监察院。那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有一些地方也是有跟他有在交换意见，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修法推动并不是说现在都没有，现在也是有在做这方面的一些讨论，所以法律都几乎大部分都在制定之后或公布实行之后马上就有需要再检讨的必要，因为环境时代或者说大家观察的重点都一直会在变动。好，来我们请林委员来，部长你要请部长留步。好，部长留步。好，谢谢。请教部长，关系人的部分，这里面的罚则会不会处罚关系人？还是只有都是公职人员？也会处罚到关系人。所以关系人违反了法律，这利冲法，那后面的罚则也会处罚他哈。是，所以我要厘清的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利冲法定出来的法律不是只是针对公职人员，就是完全的，就是说严格定义的公职人员，包括关系人，好，他去发挥了实质的影响力，然后呢得到不法的不当的自己或他自己的关系人的利益，可能都会违反了这个利冲法。
好，没错，所以他也是一个被处罚的对象，是不是仅限于公职人员当事人呢？对，但是也是限于他有职务上关系，就是说关系人的话，也是公职人员的关系人。是，所以那个公职人他必应该是照条文解释，是他现在有职务上有服务的机关有监督的这个机关的状况。所以，如果委员的意思是讲讨论到前面讲当选人这个部分的话，是当选人他在当选后到就任之前，他其实并没有服务的机关，是或者是说他监督的机关。所以，如果从那边也衍生不出去关系人，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状况。OK， 是，所以我要讲的也是这个嘛，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动议里面提到的啊、当选人。还没就职之前的公职人员的当选人，我们现在先不讲职务了，因为这个包含了民意代表、机关首长，包括总统、副总统，都叫做这个公职人员的当选人。在他还没就任之前，当然他还没有公职人员的身份，啊，也没有办公处所，也没有法定的职权，还没有。是，但是他如果发挥实质的影响力呢？他需不需要利益回避？会触犯到这个利冲法，你觉得需不需要？是有可能，如果一并规范进去是比较周延。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提到说，为什么关系人也在这个利冲法所规范的里面？那他的我看起来的这个立法的精神，就是说你发挥的影响力，而不在于你自己身份是不是公职人员。而是你实质的发挥了影响力，所以你就要回避这个利冲法这一部分。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回头来看，当选人还没就职之前的当选人，他已经有实质的影响力。是，这点我都很认同。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不要举蔡英文女士当例子啦，我觉得这个针对性会太高。我举我自己当例子。在我当选之前，很多机关首长啊不认识我，也不会来拜访我嘛。我当选之后还没就任之前，已经很多人来拜访我了，是不是？这是事实嘛。我那时候如果要发挥影响力，有没有那个可能性？有没有那个权力的可能性？当然有啊，不然他来拜访我做什么？他一定就是重视我，我将来会当立法委员嘛。他已经看到我的职权，啊，实质已经可以发生影响力了。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如果这些当事人，我们现在看到当选人不列为当事人，我常常在想啊，总统的当选人、县长的当选人、立委的当选人不是当事人，但是我的。立法院的所聘任的这个助理要作为当事人，这样子的相对权力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大？我的助理也在现场哦，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哦，范元璋先生了，80年次的哦，好，请坐。OK， 他也要被列为当事人，来立冲法所规范。但是你当选人的影响力绝对大于他，不要说总统啊，我们讲立委就好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针对应该是要实质影响力，都要被列为当这个当事人啊。好，谢谢啊。好，那个林委员请问，但是我对部长比较好奇，就林委员讲的，你是觉得他讲的有道理，那你是赞同他的修正吗？我赞同他的想法，赞同他的想法。那我那，但是我要跟你请教一点，就是说，刚才顾委员讲的那个不是没有道理啊。就是如果是实质影响可以成立的话，那现在在立法院有席次的各党的党主席应该列在里面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叫做公职人员，什么叫做公职人员？你有一定的认定。那其他的关系人是因为跟这个公职人员有关系。哦，他会因为这个公职人员的关系，他产生影响力，所以这个法的逻辑是清楚的。
那我再跟你请教一点，就是那所谓的关系人，譬如说我是一个这个财团法人的董事，好，那这个法有没有禁止我担任财团法人的董事？没有，对不对？但是我这个财团法人，因为我担任董事的关系，因为我是立法委员，我担任董事呢，所以他就变成关系人了。是这样的，没有错嘛，对不对？这个财团法人变关系人，所以这个财团法人就不可以来承揽政府的工程，是不是这样？嗯，是这样子吗？是是这样，是不是？啊？如果是受他监督的，是啊，如果是受我监督，因为我是立法委员，你们都受我监督嘛，他这个中央政府的工程他就不能来承揽，那他是不是他可不可以接受中央政府的补助呢？不是这个，也不是说不能承揽，是要回避。他要回避，他只他怎么回避呢？ 他就不要参与这个相关议案的表决啦、啊，等等这些状况。是我要回避，还是他要回避？关系人要回避，还是我当事人要回避？当事人要回避。你自己没有搞清楚吧？对啊，你可能没有搞清楚吧？对对对，也是不能，也是不能。对啊，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他不能参加这个公共工程的投标，因为他是我的关系人，因为我来监督。中央政府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们现在有定了很多除外。我问原则了哈。那他可不可以接受你中央政府的补助？譬如说，我们现在我在质询你，那我参加我担任这个董事的财产法人，可不可以接受法务部的补助？可以。可以接受法务部的补助，没有问题吗？你确认吗？我监督你，然后我担任这个财产法人的董事，然后。我可以接受你的补助，我这个关系人是对补助的部分是立委要回避这，如果这个补助案要经过立法院的话，那立委要回避。所以如果是这个补助是经过立法院审查预算所通过的，还是这个补助案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预算本来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是的，当然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细项去，没有错。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补助案，一大笔，那这里面呢，可能有立委，我担任董事或董事长的财产法人来跟你们申请补助，你们就补助他了，所以这样是可以的。是。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们觉得这样没有问题吗？我觉得问题很大。事实上，其实讲起来，这个不是利益，这个不，这没有利益冲突回避的问题吗？其实，因为法务部的补助案金额都非常小。我是用法务部做例子嘛，对不对？牵涉到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你们不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吗？对不对？我如果今天是未还委员会的话，对不对？那社福的预算就是很大了。是他们预算，对不对？那我去担任一个这个财团法人，一个公益团体，讲起来是公益团体嘛。那他来争取卫福部的补助，啊，你觉得如果这个法律居然允许这样的话，这合理吗？是这样可以吗？来，署长，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提的问题吗？这样可以不可以？跟委员报告，如果照我们的利益冲突回避法相关精神，目前这样是可以，是可以的，是可以，没有哦，那很好啊，但好，哦，那未免也太好了吧？好，你觉得这样合理吗？这个是我们最常会见到的这个状况啊，对不对？立法委员就担任了民间的这个社团的负责人，然后来争取政府的补助。在我们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如果公务员有假借职务上权利机会，那个是另外一个处理。所以你要假借职务上的机会，就我要来跟你威胁，说你这样子，我预算就不让你通过了。是要这样吗？如果我好言跟你讲说，哎，部长，我们你看了，你要记得，哦，这个委员会，这个基金会是我当董事长，或者我讲都不用讲，你看到我的名字，你们公务员会那么白目吗？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你们现在定了一个法，好，很多我们同仁在那边讲，就是太严格，但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就发现这个法定的其实很轻松啊。修正没有，这一步我没有。好，我只是请教了，我是刚才从这位同仁问的，我对这个法律的每一个条文也不是非常研读的那么非常清楚，我只是因为对你会遇到说我们要了解状况，就是遇到每一个实务必须要举用例子来问你们，是我们才会知道嘛。真实状况真的很复杂。那你觉得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觉得合理吗？你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合理吗？好像不太合理。好像不太合理哦。金额很大。对，不管大不大嘛，1000块跟1000万，其实精神是一样的嘛。是。
对不对？如果大家每一个人，你说每一个财团法人我都平均分配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也不可能平均分配。是啊，那我为什么补助你不补助他呢？跟这位立法委员担任这个有没有关系呢？跟这个民意代表担任他的董事有没有关系呢？谁知道呢？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我也有修正案的话，为什么要我们来修正呢？你既然是你送进来的条文，我在那边指出，你也觉得那是有道理的，那你要你拜托我们修正吗？如果我们不修正的话，你这个不是留了一个大漏洞吗？不是，因为我是。所以为什么早上这个柯委员说这个你们要收回去重新再研究？我觉得是有道理啊，因为听起来有的地方规定的也不见合理啊，有的地方太宽松，有的地方其实规定的也不合理啊。也很奇怪啊，我们当然可以全部重新再研究，但是就是要重新经过行政院的程序，可能比较花时间。好，我知道。来，请问我们哪一位同仁还有意见？不好意思，我占了太多时间。来，我们请蔡委员。好，部长请留步。利益回避法，它规定的当然是说，基于这样一个，这是一个阳光法案，所以它现在也是把各级民意代表，哦，各级民意代表列入所谓要利益回避的一个范围，所以这各级民意代表就包括地方的议员，那包括我们立委本身在内。那我想要请问说，那如果基于这样一个精神之下，那在这个利益回避法中，它主要规定了有财产，那财产上这个当然就是一定是利益回避的。非财产上利益中有包括公，包括第二条第一列所列机关、学校、法人、事业机关、部队之任用、聘用、任聘、聘用、约雇临时人员之禁用、劳动派遣。那我想要请问，因为民意代表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地方帮他担任他的助理的，担任他的助理的通常都是他的兄弟姐妹或是二等亲，这个是常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基于这样一个利益回避办法的一个精神之下，部长你认为就是民意代表不能聘用他的兄弟姐妹咯，否则就构成利益回避的违法。是，目前政务人员都是这样。对，这个在部这个公部人员是这样的，那民意代表也应该要比照这样嘛。如果这样修的话，在这个法条上的精神是这样的。好，那我们了解哈。那这个当然在实务在运作上，我相信会产生一些问题啦哈。因为在很多民意代表，他确实他的助理就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且实际上他并不是这兄弟姐妹，有的是聘假，有的是真正有的，好，有的帮伊，在有的是安内，啊，那有的是真正是有的帮伊，甚至从事服务的。好，这个事实上是有这两种。好，那我想部长的话，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必须要把它解释清楚，否则会造成在实务上很多民意代表会产生这样适用上的一个困难。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去强调的就是，现在我们定的哈，我们现在把所谓政府出资好的公营事业的董事、理事、监事。基本上这个范围很广哦，这个范围很广哦。如果再搭配的他的关系人再函涉出去的，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基金会以及政府出资的财团、社团、法人几乎都动弹不得了，都动弹不得了，几乎每一件都要利益回避。哦，所以部长，你们在做这样一个法条的利益是很良好，但是在实务上是不是会因此变得说？这一些本来是可以很有效率去实施这个相关作业的这一些机关，哦，让他们没有办法都动弹不得了，哦，因为动不动，因为他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掌握到我的这一个董事或他的董事的关系人有利益回避，他没办法清楚的掌握到每一件哦，这个对于他们主管机关，哦，对于他们的首长，这变成一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好，那到底利益回避是要自己是要利益回避的当事人自己出来讲，还是必须要首长去发现？就我们有三种状况，一个是自动回避，就是当事人自己去表明说他是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要回避。对，第一种自动回避。对，第二种是主管，好，就是命令回避。
对、啊，还有一种就是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回避。那 OK， 那申请就是三种。那我想问的是说，如果他的首长没有做到命令回避，他会不会有行政惩处？那要看他知不知道这一件事情，他是故意包庇，还是说他疏忽掉？那疏忽掉呢？知道这一件事，疏忽掉呢、啊？这个还要从实际上来看。那我问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疏忽掉的，会不会有行政惩处？那可能要看各机关的一个惩处的标准，还有各机关的惩处，他都也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所以他会经过他。所以有可能，所以部长认为有可能会机关首长因为这样被惩处，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嘛？对，所以这样我就要去强调，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这种包山包海的利益回避，会造成这个机关的首长常常因为一个疏忽，他就陷入要被惩处的一个窘境？这个法的目的也就是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发生这种事情。那另外一个，我们第十四条有一些除外的规定，也都是希望这个虽然有利冲法的规定，但是使他的不要好像。为了防避很多心力的事情也无法做，所以才会有定了一些在合理、公开、正常的状况之下进行的采购、交易行为等等这些。第十四条我有看哈、嗯，就是说第十四条主要精神，他就认为说经过政府采购的、哦，那主要都在这个利益回避的一个除外事项嘛。那我是认为说，基本上除了采购外，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行政作为，基本上会很容易陷入利害回避的这个漩涡里，尤其这一个范围打得这么广的话，那尤其说，如果刚刚顾委员所说的，这个除了有特定人士外，还有一个函社的一个哈执行业务的人，全部都打在里面了。那到底这执行业务的人打多广？这个对于这个要认定上，他在我在做这样一个行政处分的时候的当下，我没办法很清楚的认知我的下属，我这个基金会的理监事。有多少人是属于应该利益回避的？好、哦，我认为部长是不是这部分是应该要再好好的再研究一下？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哪一位委员还有意见？来，顾委员来。刚刚蔡委员问到那个有关那个立法委员聘请助理啊。到底能不能聘请二卿等内的这个人当助理啊？我觉得我看条文看不出他有禁止他聘请二卿等内的人。第四条第二项的。那现在就是说，他的意思应该是指说，我们利益冲突是指说，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他的本人或关系人获取利益嘛，对不对？那这个的时候，所谓的执行职务讲的应该是指执行他的立法的职务，而不是他在他聘请公费助理这个状态嘛。那第二个哈，他不可以借用他的职权，在一般的政务人员啊，公政务人员啊，因为他是机关聘用这个人员嘛，所以他不可以利用他的职权来让他的二卿等内让这个机关聘用他，这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公费助理是立法委员自己聘用，哎，对，但是也是公费啊。对，那这个就是涉及到这里啦。哦，这个哈，这个我打两三个官司，我到现在还没搞懂。这个公费助理是公家在聘的，但是他说劳固关系是存在我跟助理之间呐。这个地方议会哈，很多很多人现在因为这个案子哈，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那但是他劳固关系规范在这个，比如说地方议会的议员跟这个助理之间嘛，他只是透过一个工会的方式来直接拨入到这个助理的薪资账户里面去。但是他认为说劳健保等等哈，都还是这个议员本身跟这一个助理之间发生关系啊。所以这个的时候，他聘请二卿等内的助理，他到底是哪让你？因为你想的说让那个什么？第四条的第三项有没有非财产的利益，只有利于公职人员或其关系人，在第二条第一项所列的机关、团体、学校、法人、事业机关、机构、部队之任用、聘任等等嘛？那因为立法委员或议员的工会助理是存在立法委员或议员跟这个工会助理之间，并不产生所谓让这个公职人员的关系人，就是公职人员的二卿等啊，在
涉及到在第二条第一项所列的机关、团体、学校、法人、事业机构、部队被聘、被任用或被聘用啊，因为他这个任用被聘用是指不会含到那个议员或立法委员本身吧？其实这里面去解释哈，确实会有委员讲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定这个法的时候，着眼点不是在于说他有没有领报酬，或者说他的薪资谁给付，甚至有委员建议说，即使没有领薪资的，都要包括进去。所以那个时候根本连劳健保关系都没有。对对。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法条的适用上这样子有讲到有讲到。或者有规范到说立法委员不能够聘请二卿等类担任，或者议员不能聘请二卿等类担任助理吗？我从法条的文字实在是看不太出来。是啊，他这边就是第四条第三项，就是像这种聘请。第二条第一项所列的机关啊、团体、学校、法人啊、事业机构、部队啊，但是没有说自己不能聘任工会助理啊。他的任用的助理是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助理。因为他还是执行就是立法委员的助理的工作，是这应该也是一种这个解释跟我看的实在是看不太出来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好，各位同仁还没有什么其他意见，来我们请周委员。部长，我们现在是在讲说这个利益冲突哈，应该还是从第五条来看吧，就是公职人员执行职务时嘛，那你今天聘雇第二等亲来做公费助理，这跟他的执行职务并没有关系啊，并不符合这个所谓利益冲突的要件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你不能说今天他是关系人，然后关系人他有这个第二项第四条第二项这个非财产上利益，所以就要回避你的利益冲突，还是要来看说这个公职人员本身在执行职务这个要件。那你聘雇一个公费助理，这跟他的执行职务没有关联性啊。那依委员这样解释的话，我们第四条第三项要全部拿掉了，因为所有的主管、他首长他要不管人事调动或什么之类的，或聘雇什么人员，如果他算是执行职务的话，应该都算；如果不算，可能就都不算。我不太能够认同，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在就说职务的范围哈，是不是有包括执行职务这个范围？好，因为所谓利益冲突，我们今天要来处罚，要来规范这个利益冲突，应该还是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这个区块嘛。主要是限制是在这个要件上面嘛？对，但是人事权是不是也是他的职权范围之一？好，我想是可能是要讨论这一点，再讨论再研究。嗨，谢谢。好，谢谢。好，各位同仁，来，请游委员。部长哈，我还是回到刚刚跟段主席呢在讨论的，就是说好，今天呢就是公职，就是说我们今天好，我们的立委他担任民间团体的董事，然后呢这个团体他就不能够去承接任何政府的方案，是不是这样？你刚刚讲说可以，我们第十四条有很多除外的规定，没有，你第十四条所有排除的全部都是在采购啊，都是跟金钱有关的。是。那今天呢，可能就是说有些是非财产上的利益的东西，譬如说，譬如说今天政府有一个方案，那你今天就是说里面这个团体非法人团体里面，其中有一个董事，他的关系人或是那个董事本身就是公职人员。那这样子这个团体他就是会变成是关系人，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不能够去承接政府任何的方案。是，对，只是没有，这边交易行为有很多除外规定啊。对，原则上交易，因为你的那个第三条的关系人是把列为是团体哦，就是说公职人员第一款或第二款，第一款与第二款所列人员担任负责人、担任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理事、监事、监察人、经理人或相类职务，好，只要有第一款或是他第一款，
就有只要有公职人员担任或是他的公职人员的关系的人担任这一家公司或是这一家 非法人团体或是这个非盈利法人里面的董事或是理事或是监察人或是监察、或是监事的话，那这个团体就变成是那个公职人员的，就变成是关系人嘛，是，对，是这个团体变成关系人，不是只有那个董事啊，对，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关系人他就变成跟只要跟政府有关的任何的方案他都不能够去承接嘛、不是，因为第十四条禁止的是交易行为，如果是交易行为就有下面但书的除外规定，那如果不是交易行为的话就不受这一条的规范。那第五条呢？对，它是利冲的定义。那实际上的这个各个行为的这个条件要求都是在其他条文里面。你们定这个法哈，说实在，我们连念法律的人都看不懂。我不晓得你这个如何能够让一般的人能够了解。那当人民不能够了解的时候，那今天他触法。然后呢，就说你这里面很多人，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说这个法公布之后，第一个案件少，那第二个很多人真的是在不知情之下触法的。那你一个法让人民在不知情之下触法而被罚，这个不会让人民有守法的感觉，而只是觉得说他被害了。是，所以在这里就说一个法你定的连法律人都看不太懂的这样的一个法，你如何叫人民去守法？我觉得这是本法最大的问题。是是，我们除了修法之外，其实宣导也很重要，这一点我们一直很了解。这不是宣导的问题，这是你的语义不明的问题。对，这个也要，这也需要注意。好，所以这部分你们真的是需要再重新再去检视。谢谢。好，谢谢。谢部长，我跟您提醒一下，刚才这个蔡玉委员问的那个问题啊，立法院组织法32条啊，立法委员每人得至公费助理8人至14人，由委员聘任。也就是说，他的聘雇关系是跟立委的聘雇，而是不是跟立法院的聘雇关系。所以你们这个部分可能要去再做一些研究了。那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我再接着一个另外一个例子问：假设有一个首长，他的兄弟是担任一个财团法人的董监事或者董事长，那么他可不可以向这个首长所属的机关来申请补助？是以这一个补助可以，就刚刚已经，所以还是可以嘛，就同样的状况嘛，是，对不对？好，我是建议，如果我们同仁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建议跟部长建议了，因为我们今天就不处理逐条了啊。我是建议部长收集了这些我们这个本会同仁啊所提的种种的这个疑问啊。能不能回去把整个条文再审视一遍？好，那如果有需要这个本会同仁来代为提案来做修正的，请你们自己去请托。那么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看到现在状况是这样的混乱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些问题没有做厘清之前，那么很难再进一步啊再往下审。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法案的修正能够及早能够完成啊，因为毕竟是应该要推动的方向。但是还是要请部长这边去妥适的把这个法律的横平啊，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能够周全的一个修正的立足点，好不好？好。好，那各位同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本案另定期继续讨论，散会。